一号朋友请上台，来，麻烦请上台。我们今天专辑只签封面，今天专辑只签封面。好，麻烦一号的朋友准备好你的专辑，不署名不拍照，好不好？不署名不拍照，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回去跟妈妈吃母亲节的晚餐。那要上来的，请把 CD 准备好，请把 CD 准备好。恭喜你博得头彩，恭喜！今天不署名不拍照，不署名不拍照，请大家签专辑的封面，上台时准备好 CD， 麻烦了。